今天我第一天上班，司机。你怎么开的车呀？果然是女司机，女人就不应该上路，赔钱。这女的会不会开车呀？这不是我撞的。怎么不？应该赔钱的是你，明明是你突然倒车把人车给撞了。我这有视频证据，要不我拿给警察看看。碰瓷儿啊！这男的怎么这样？女的就爱多管闲事，算我倒霉。谢谢你，没事儿。我本来啊就讨厌这种乱给女生贴标签的恶臭男。我上门快迟到了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闺女，今天怎么没开你那辆兰博基尼呀？这不是第一天上班吗？要低调。是你们俩，也太挑了吧！你也信赖这家公司工作？怎么是你们两个女的？这女的不在家带孩子伺候男人，非要出去添乱。女人怎么了？在职场上看的从来都不是性别，是能力。你，李主管。哎，公司服务器崩了，翻译文件也丢了，总裁待会儿还得开跨国会议呢，抓紧了。哎，你们女人不是很厉害吗？给你们半小时把事情解决，不行的话趁早走人。谁要走啊？我来翻译文件，我来修复网络。快呀、啊，太厉害了！半小时快到了啊！不好意思，文件已经翻译完了。正好，网络也修复好了。我排查出这次故障的原因是……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主管上班时间用公司电脑看东京电影。总裁，不是我，你很闲吗？如果这次 C 卡的项目拿不下来，你就可以回家一直闲着。总裁，我你们两个给我等着。王总，今天晚上我做东合同的事儿，咱边吃边聊。好好好好。哎，你们公司新来了年轻小姑娘，可以让他们一起来吃饭呀。哦，明白明白，王总您放心，我一定给您安排好。你们两个今天晚上跟客户吃饭，好好打扮打扮，别丢了公司的形象。每次熬完夜，我脸上油的都能反射太阳光了，根本就不敢去见客户。跟我来。你试试这个 C 卡白泥洗面奶，不管你是熬夜出油状态不好，还是日常吃烧烤脸上又油又脏，都能帮你解决。但我熬夜后皮肤容易敏感，会不会把脸洗红了？而且我今天还涂了防晒，要不我去买个卸妆水吧。不用，这个 C 卡白泥洗面奶是可以卸除市面上100多种防晒的，已经卖出好几百万支，好多明星都在用。它比皂基洗面奶更温和，比氨基酸洗面奶洗得更干净，特别适合你这种熬夜出油又容易敏感的皮肤了。你买也跟着泡泡一起被带走了，真的好透亮。记住，你很厉害，请置顶你的自信，这次 C 卡的项目一定能拿下。李主管，这脸收拾的倒不错，这穿的什么呀？这是，来，把这换上。不是啊，这领口都到肚脐眼了。我们是来谈合作的，不是来出卖色相的。你们女人不就这个时候派上点用场，装什么清高？要穿你穿，客户喜欢你们就得穿，不穿我滚蛋！我看谁敢让他滚。总裁，王总。公司什么时候有陪酒的不良风气了？你看不到女性的优秀和闪光点，就一味的物化女性。去人事办手续吧。哎，总裁，我这也是为公司着想嘛。人家王总点名让他俩作陪，我这是投其所好嘛。原来你喜欢小姑娘穿吊带裙跟你谈合作啊？妈，我本来想借工作的机会见见你，而没想到思想竟然这么龌龊。从今往后，你休想在这个行业有立足之地。美好，我跟你特别投缘，你来我公司吧，我给你出双倍年薪。我出10倍。沈总，贵公司人才济济，你干嘛还要跟我抢啊？其他人都可以，但罗明好是我最懂。